媳妇儿啊，咋的？他辣油吃没了，他们搁哪儿了？今天啥也找不着，来我给你找，我给你找。天天。这儿呢，一天啥也找不着。还得我媳妇儿。走吧，上屋整去。走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丹。大磊的吃完腊肉咸腊肠子，今天用腊肠炒的辣椒土豆片吃。这种吃法我还没吃过呢。老香了，老好吃了。一口就不错啊。嗯。别忘放料。这个腊肠得提前煮一下子。你大土豆皮我去煮去。嗯，那我找。煮好了，你切一下吧。嗯呐，放这儿吧。哎呀，这小肠真好。晶莹透剔的，你那是剔透。啥拉拉的，过来整来吧。雪盖土豆片炒一下子，不用炒时间太长，炒一分钟就行。好了，捞出来。另起锅现炒腊肠，这腊肠还上煎熏的呢，跟那个腊肉都差不多。挺好啊，嗯，挺好，别忘了。花椒面、蒜末、小米辣。辣椒。土豆片、生抽、蚝油、老抽，少给点盐、味精。好了，出锅。这腊肠炒点土豆片辣椒真挺好哈、啊，谁想出来的呢？大儿媳妇儿，你大儿媳妇聪明啊！土豆片都有腊肠味儿啊！哎，真好，嗯，真好吃。一咬一咬一咬，你慢慢细品品尝。啥品？细细品。好吃，给你吃。来吧，人家尝好，里边全是肉，全是肉，全是吃肉的。吃点啥呢？够牛的呢？对，就是牛的。这腊肠咱们这不常吃，还挺好吃啊。嗯嗯，这吃着新鲜劲儿呢。香劲儿啊！你们吃惯了，还得想这啥呢？准备再买。上贵州买去。这可不好买呀，好像给邮的，贵州的呀。这肠才正宗的啊。那、你大概给我来扛扛冰箱里了，全是扛的，你自个找不着。那香菌片儿你咋没这么吃呢？没好吃。看你家吃的小鸡炖粉条，我都没敢吃粉条子呀，为了这么站起来吗？今天视频分享到这儿，不用点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